们这个比赛啊，是那个嘉南药理大学资讯多媒体应用系跟资讯管理系共同主办的2018南科嘉南杯 AI 智慧 AI 机器人竞赛，它是跟那个南科 AI Robot 制造基地来做一个结合，因为我们学校本身就是一个 AI Robot 的一个制造基地。啊，这次的比赛总共有全国11个学校，有700多位的学生，63队的一个队伍来参加。那我们的比赛总共分为是高中高职组跟大专院校组，然后总共有3个项目这样子。3天吧，真的吗？对，要快，快了，就是不满，就是不满，就是它蛮快的，真的吗？对，你要拉很快，就是两个人在速度就。